嘿嘿，嘿嘿，社团，你进了日本文化社对吧？毕竟房间里有宣传册呢，我知道哦。你是坐火车去找团员，然后自报名了。私も行っていいのかしらね。我能一起去吗？可以吗？让你明白何谓前面有人开不上，够了，不要闹了，这不是一点都不好玩好吗？点点点，我什么都不说的往社团走去，凶华在后面跟了过来，在后面飘了过来吧。这种高一是那个社团的社长哦，都在研究什么啊？我还蛮好奇的。社团大楼分为文化社和运动社两栋建筑物。我和凶华走进东边的文化社大楼，来到位于2楼一角的日本文化社门前。姑且跟大家说，他不是学生，也不想入社，不过毕竟认识就带来了，还是这样直接坦白吧。是个危险人物，这一点就省略掉。你笑屁呀、啊？可别在我的房间里笑得那么吓人啊！研究日本的东西，例如什么 Tokyo Hot 吗？东京热？开玩笑的，是他家很多真的假的，我乱讲的啊！咔嚓！不等里面的人回应，我就把门打开了。大家好。哦，小冬至啊！喂，大家快看，敲社团狂魔来喽！烤羊。上过那门课，我没有上过。喂，别闹了，会长自己不也经常敲敲社团吗？笨蛋，我可是最终兵器啊！别闹，跟别的会长、社长什么的相提并论呐、啊！啊，冬至君真的来了，静音油贵哦，赤乌夫亮二，可恶，我可是赌了一瓶啤酒的、啊，这感觉就是不良少年了。宣仙杖，嘿嘿，真走运！我就说嘛，冬至来的意外的挺有周期性的。让大家久等了、啊，我不再肯定很寂寞了。笨蛋，除了油贵，谁在等你啊？这静音油贵嘛？哦，所以他这是女生哦，剩下3个应该都男的。那边那个胡子是什么？凶华又来了。冬至，你后面那个是谁啊？那个我邻居啦，不过不是大学生，对社团好像挺有兴趣的，可以让他待在这吗？冬至的女友吗？OK，毕竟我们这也算是对外开放的，我也留级了3次，差不多也算是不能去大学的人啦，哈哈哈哈，笑屁啊！你干嘛那么得意啊？不，你给我赶紧毕业啊！凶华倒也不客气，跟在我后面进来了。我的跟踪狂，到最后可以看到凶男的模样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其实我也蛮好奇，到最后可不可以？因为我只看过一小部分，就是最前面的部分。那时候看别人玩，还没有汉化的时候，对，我只有看过那一小部分。酩酊通红的脸渗入五脏六腑，点点点。哇哈哈哈哈哈！似乎在我来之前，屋里就已经开始在办酒会了，包括会长在内，大家全部满脸通红。然后啊，那个时候我就这么对他说：“那个不是垃圾桶，而是你老婆吧？”哇哈哈哈哈！哇哈哈哈哈！哎，冬至也在好好听嘛，这可是我的美谈呐，什么鬼？是，我有在听呐。由于一直在意着稍微坐在后面一点的凶华，虽然我也在应付式的喝了酒，却毫无醉意。不，以防万一，还是别喝醉比较好。不错，有概念。凶华一直在小口啜着拿到的那罐啤酒，是因为不怎么会喝酒吗？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是因为社会长说了女友什么的吧？然后静音油柜则在稍微有些距离的地方，一边瞪着凶华，一边自己闷闷喝酒。哦，所以静音油柜喜欢下空冬至哦。与凶华相反，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心情不好的样子。
这新游戏吗？嗯，应该说新汉化的游戏，之前就已经有蓝少就有玩过了，他玩那个时候是日文版的，对，他这算是新汉化的，而且好像还喝了很多，本来就不怎么能喝，这下像是醉得很厉害的样子。我说你到底跟夏空什么关系啊？关你屁事啊！哎，我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整了。不是问你还能问谁呢？啊，糟糕，精英和凶华对上了。本应该快点阻止他们才对，不过极力避免与凶华扯上关系的自知心，却先把我阻止了。你是谁啊？啊？我是和夏空同辈的精英，虽然你好像是被夏空带过来的，不过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関係？そうね。そうよね。私と夏空くんは同じ屋根の下に暮らす関係よ。一个不小心就会害兄长闹出人命，真的是闹出人命，真的，是真的出人命啊，危险的，是呢，是这样的，我和夏空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关系，尤其是这兄长又很喜欢讲那一种就是让人误会的话语，这家伙在说什么？不是讲好要老老实实的吗？那个是正在交往的意思吗？そのままの意味だけれど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哦，对啊，他是没有说错啊，可是他这样讲出来就很容易让人误会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你如果什么都不讲，就只讲说，哎，我们两个是同住屋檐下的关系啦，不要想太多啦，对，谁都嘛会觉得说，靠，你们是想住一起是不是？对。私、夏空くんのことは何でも知ってるのよ。使ってる歯磨き粉のフレーバーも。お気に入りの CD のアーティストも枕カバーの色も。夏空的事我什么都知道哦，用什么味的牙膏，最喜欢哪位歌手的 CD， 还有整套的颜色都知道哦。我靠，这个有点恐怖就是。あなたは夏空くんが朝起きたら2回首を回す癖があるのだって知らないでしょ。私は知ってるけどね。嗯。夏空君起床的时候会先转两下脖子的习惯，你不知道，我可是知道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他不是住隔壁吗？他没有进去过吧？那他怎么会知道？前几天夏空还跟我吐口水、苦水来着，说自己住的公寓隔壁房间里住着奇怪的女人，几公分都知道。他平常一定要躲在屋顶上，还说因为这个让他很头疼呢。我也只听说而已，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。不过我不，无论谁听的都会这么想，那个女的肯定是工作狂这样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，猫安安。话说我的，等一下哦，我的笔记本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见了。最近整理的东西不知道整理到哪去了。找到了，等一下。变成到了我的手，啊，还是拿回我的笔记本比较安心，我怕讲错名叫错名字就好笑了。OK， 继续。爆炸！本来静音就是比较强势的女性，当然不可能会跟凶华合得来。可是你这个直接讲出来，换你爆炸。嗯，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应该是最开始就该明白的最差组合。你也是有点不正常的，明明完全就是个无关人士，却若无其事的跟到了社团里来。还有啊，知道用什么味的牙膏，你当真是夏空的恋人？真心看不下去了。我稍微去买点饮料。咔嚓砰！等一下，他说咔嚓啪嚓砰！我从社团里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操、哦！他的笔记手办。他没有笔记本，而且最好是不想回去社团，为了拖时就买了8罐饮料。你是想要一次喝下去是？后悔饮料与告示板，这下该怎么办？那些家伙的话，应该会全部喝掉的吧？回来之后应该有尸体吧？哎、欸，搞不好没有哦，搞不好因为他们这样子聊天，然后就反而大家都很嗨了，大家都觉得说，哎、欸。
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开始在那边当好朋友嘛，啊，好哥们、好姐妹啊，对，不是说喝酒最容易搞出这种飞机吗？这搞不好真的会这样子啊。告示板怎么了吗？职员紧急避险手册第八页，关于黑发白衣女性，类别最优先处理事项：应对、关闭校园、疏散学生。等一下，黑发白衣女性，当校园内出现该黑发白衣女性时，本校职员必须立即执行本册规定的对应手段，除例外和必要情况外，按次序执行以下措施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